哦，精彩精彩！刚刚玩的 disco， 和玩 bebop 的翻滚，还有 follow me， 一定不过瘾。接下来要干嘛 ？VR， 对 VR。你们会说怎么 boss 弄这东西怎么那么粗糙呢？什么粗糙法呢？又没有搭布景，又没有找正妹，然后 NG 也播出来，这叫真实。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过去那种流于形式的电视节目那种彩排介绍的那种直播，那个太流于俗套，那叫广告。这个东西呢，现弄现播，不加味精，不必说的啦，原汁原味，让人家看觉得粗糙。但是这是个趋势，它势必在将来呢会形成一种习惯，就是真实吧。好，好，那现在这个 B82 呢，已经玩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已经开始觉得他还能做什么，他能做事可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讲解一下，我们要让这个360呢飞上去。国外有人这样干吗？装这东西目前没有，这个也是试试看呐、啊。妈，没有飞怎么知道？好，这个360 VR 呢？录影拍照都 OK 的。好，那首先拿个烟屁股填塞在这边，再弄一个摄影必备大力胶，把它粘好。粘好后呢，这个太阳大到实在是看拢无啊！啊，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包含哦，包含哦，实在是太真实了。哎吼哎，那像现在电量多少？现在目前的话是53%。53%，好，好，大家看看。啊，它的一个现在这个情形，根本就看不到画面，太暗。记得哈。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在包装盒里面有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呢？说是随便拿脏这个东西。哎，遮着效果挺好，当然拿黑的最好。啊，拿黑色的那个纸卡做一个摸，做一个摸，好，做一个摸，好。做个膜来遮阳，好，紧接着我们要粘了，来这，不能杵到脚为原则，哦嘛呢贝咪吽。Boss 先做初步的祈福，幸亏没人这样干，咱们试试呗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来，再来还有什么？真主阿拉，再来。请十方大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谁要请来呢？哈、哦，真主阿拉也请来了，再来，耶稣基督，哦，请你，哦，让我们这趟飞行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啊、哦，祝国家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保险再保险，啊、哦，保险再保险。
大家注意飞机上面不要贴自己公司的贴纸啊，这是有根据的啦。啊，至于为什么不用管，小孩子画那么多干嘛？照做就行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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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起飞了，跟大家讲几个注意事项。有件事你一定要搞懂 ，boss 当年呢，对这种机制不了解，在下面做了一些东西。我做了一颗全世界最牛逼92公克三轴云台，妈92公克很什么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电池都比我重，我居然做了一个92公克超轻量的三轴云台，再搭载了一颗70多公克的三狗，直接装在下面。这脚呢，再把它延长。Bitbot One 呢，就变成了三轴云台空拍机，还可以拍 4K 的。下场可想而知啊，直接就给炸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图文辨识在这下面，对不对？是。超音波在这下面，对不对？是。你给它遮了，它飞啥呢？Boss 喜欢搞怪，嘿，不是第一天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要把它起飞啊。Pilot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兽心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怪技师当然有信心啊！为啥呢？这个东西呢，没那么难。好，首先开机，按下去。那么这里的蓝灯亮亮，蓝灯亮亮之后呢，按一下，按一下叫坡照。啊。再按一下，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抱歉哈，我把它关机 ，reset 一次。好，开机。好，拍照。按两下，它就持续闪的不停。来看蓝色的哈，持续闪不停。紧接着呢，静置，唱诵 "Oh Money Baby Home" 7749次。好，没有了，开玩笑了。好，我们准备要飞了。好，那这是怪机师的一小步啊，也是。怪机师的一大步啊，没那么伟大，不会再用那个说法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再确认一下，我是不是没电了？因为被弄很久了。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哦，这里的环境说真的充满了无线电波，也就是说干扰的厉害。飞机好坏就是看在这种场域，哦，它还能够稳稳当当的飞。我们刚刚这么飞都是很 OK 的，没什么干扰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把它送出去的。好，这边，好，再 check 一次，是不是继续在闪？是的，继续在闪。好，来嘛，放到那个适当的位置。好，接着要飞喽，稍等。我们先第一个阶段哈，先做3米。三米滞空，好，那第二个阶段，如果说飞了2分钟都还顺利的哈，没有造成重心的干扰，我们就放飞到100米。好 ，3, 2, 1, go。目前表现非常的好，好，停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再高一点点。好，就这个位置。好，紧接着呢，我们过去绕它一圈，来，我们大家进去。我们在它360度的地方哈，好玩呐、啊。
抱歉哦，刚刚忘了做全画面，太兴奋，有点嗨。再一次。我是 boss， 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顺光哈。依现在的状况 ，Jason 嘛哈，你认为我们飞到100米怎么样？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上，慢慢的哈，越慢越好。好，现在帮大家处理的是 VR 升空。今天担任飞行的飞行手是 Jason。至于飞机现在在哪呢？其实是看不太到的。哦。非常有趣的 VR 画面哈，希望能够顺顺利利完成这项挑战。OK 的啦。绕一圈吗？好，移动一下好了。画面已经素材够了。哎，不用绕，要直走。好，继续哦。那今天飞行呢？可以说是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蓝天白云好时光哈。这个可以说呢，气候非常的爽。那现在这里呢，在执行的是收音哈，收音。好，我下来喽。好，越慢越好。完全看不到大逆光，在太阳里面吗？在这，飞过来。哦，来了，好。OK。好，来了。哦，带给大家瞅瞅。风非常的巨大哦。好，滞空，这边滞空。Okay. 好了，非常的顺利。龙哥，拍照拜托。好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好，没有太多的问题哈。这 VR 呢，我相信是会未来很好玩的一个这个视听娱乐的。设备，哇，这风很大哎，它依然很稳健的在这里。好，飞录到没电为止。然后，画面转向那里。好，拍我们好了，拍我们好了。来，可以，都进来，可以。哎，不要滚，不要翻，不要翻。不是啊，那个翻的画面会晕。哦 ，OK。我们现在是那个考量到这个看着舒服。跟大家解释哈，眼镜拿来一下。这个飞机呢，它的画面。除了让你在这个 FPV 时候很爽，那么在搭了这 Insta360 之后呢，
我们又要做另外一件事。就是这个 Insta360 拍的画面啊，把它摆到手机里面，那么到手机里面之后呢，放到这里来，你就可以玩里面的画面了。里面的画面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呢，里面的画面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你在家里玩飞机，那在外面玩完飞机之后，影像回来这里之后，你可以怎么样讲哈？根本就是在飞。为什么？你头戴着，转向，画面就会跟着你的角度变化。这就是 VR 的魅力。因此呢，我们在 Pyro 的 Viva 的延伸上来讲呢，配了一个小的什么东西？小的 Insta360。Nano， 让我们除了玩飞机之外，回到家里呢，还可以看那个的两性关系、健康教育的影片。那么还可以呢，将自己在空中飞行的画面呢，透过 VR， 360度无死角的享受，厉害呗，牛逼啊！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呢，在整个产品应用上给大家再创造的一个结合。好，那记得降落，来，我来降落示范一下，给我。这个是错误示范，第一代可以，第一代可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要怎么弄呢？按 take off 往下压，以前是按 take off 之后它会熄火，它会熄火。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这个磨坏掉。好，走，我们过去吧，危险。好。哦，对，缓缓拿。哎呦，有概念了。拍水了，拍水。因为本来就不该走进去，好，本来就不该走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习惯跟礼仪要好哈，健康与什么？健康与伦理是吧？健康两性好，是是是，那个猴嗨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应用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、哦，太重要了。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呢，这边告个段落。啊，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感谢哈，这个周先，谢谢大家 ，Pilot， 谢谢大家，是货 ，Kevin， 是不是货？对，是我。好 ，Kevin， 啊，当然了，还有最爱拉迪赛的会计师 Boss， 那今天呢，测试到这边，那如果呢，你们呢有团队哈，听我讲啊，如果你们有团队。也可以跟我们预约，我们会帮您做团体的这个课程讲授，然后推广，那么教大家怎么呢？教大家玩 Beatbox 2 Disco Swing 还有 Mambo。 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的老公有小三吗？你的老公有外遇吗？你的小孩不听话吗？你的小孩整天打电动伤眼睛吗？哎，这些是现代人的灾难呐、啊！啊、哦，几件事情告诉你，记得一个英文单字 ，parrot， parrot。我们这里有老少咸宜的东西，妈妈玩的有，儿子玩的有，女儿玩的也有。当然啦，为了避免老伯呢。或者你的老公呢外遇小三，买一台这个给他，他就被绑死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会让人沉迷的啊！你要知道，无人机呢救了多少家庭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的，真的真的。哎，这个玩无人。
三鸡呢，有益身心健康呢，促进家庭良性关系，更对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哈、哦。我们就讲讲这个 Edwin 好了，从小叛逆，不读书，爸爸买了个飞机给他之后，从此开始上进了啊、哦。以上纯属胡乱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